嗯，爸爸怎么舍得让你一个人睡？嗯，这是爸爸给你做的。爸爸今天做了好多的事情，你看爸爸穿着运动裤去砍竹子，砍完竹子以后，从竹子上片下来这种东西，给你做的，这叫竹球，知道吗？儿子，你等一下哈，爸爸给你盖一下被子。你等一下啊。今天吃西瓜最后一个呀，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你是最慢的一个，嗯，没事儿。人家都比你快啊，啊。这个不跟你说。爸爸，爸爸。睡吧。爸爸在身边啊！哎呦，怎么哭了呢？哎呀，是想爸爸了，看到爸爸高兴是不是？看到爸爸高兴，今天好棒啊！嗯，没关系，今天很表现得非常好。爸爸去把灯关了，然后跟你一起睡哈，跟你一起睡觉觉哈。乖吗？有。